啊，一间算计都跟伊讲，所开所所一百通苦安尼尔，去买伊较俗的菜安尼，啊，若较俗就个，甲买较侪安尼。有啦，啊，当然平常时都无买欠的，啊，就来付伊的费。平常时咱就欠来，嗯，袂使讲平常时讲啊，咱借钱就拢甲用甲完，嗯，就安尼，安尼像都买食较欠的安尼，啊，我毋捌买三千啊，欸，这三千拢朋友会给我，拢朋友给我穿的。都袂烦恼咧，袂烦恼，嘿，啊！就讲是想讲，咱袂破病，都袂，都袂烦恼破病，然后就讲咱袂破病，啊！咱人哎，莫想破病啦，啊，莫烦恼啦，啊，就袂破病。微型发展就是有一群人是往上，利用他透过疫情得到大量的资金，特别是货币宽松，他反而趁着股市全球股市涨的时候赚到钱。那另外一波当然是他没有使用金融工具，他就往贫穷的这方面走。我觉得政府应该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对非都会地区以及都市中的贫穷人口的社会福利输送力道要更大。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他要去鼓励非都会地区的 NPO 发展，实际上在非都会地区的非营利组织其实都非常非常少。